创立完成，啊，伊比啊，咱的战神车库，咱呐，啊，推广啊，啊，咱全台湾县，皆讲大家拢了，拢知影讲咱彰化市是一个活历史啦吼。啊，但来就第一个景观，就是咱的铁道文化园区。伊嘛讲啊，咱中央啊，咱交通部，伊个咱国际的人民代表，啊，是在中国啊，来讲彰化市造景处，啊，咱的铁道文化园区也在早几年来成立，啊，来直接来带动啊，咱彰化市这个观光，啊，咱的彰化市也在更加发展。更加进步，啊！咱彰化市的这观光文化，以咱宗教、铁道的这个啊宗教的这个这个方，啊，这个景观在更加改善，啊，更加发展。